Music Pieces 9，今天我们来学一个简单的和声进行，D 小调的和声进行啊。这个和声进行是我之前推荐过的 GuitarTopi 的那个软件里面的一个例子啊，一个例谱。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做一点小小的拓展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弦啊，一弦都不摁，四个和弦一弦都不摁的话，那么第一个和弦就变成了 D 的 ADD 九，是吧？就只摁这两个，你用这两首指也行。只摁那个三弦二和二弦三劈，然后第二个和弦就是说一弦也不摁啊，只有这两个位置，二弦和三弦的三分。那第三个和弦也是不摁一弦啊，变这样。第四个弦没什么变化啊。那实际上这个和声是 F 调的6415，但是中间两个和声的话。它根音有调整，根音是6655啊。我们整体听下来，这样加上这个九音啊，和这个对 F 对第一个和弦 DM 来说，这个一弦空间是个九，然后对这个降 B 这个和弦来说，它其实它这是一个升十一的音啊，是不是升十一？降五度的音啊，降五度的音，升十一的音，升十一。对啊，然后对那个第三个和弦，它其实是个大七度啊 ，F 的大七度。好，我们听一下。就故意制造一个一弦上的一个保持的一个线条啊。是吧？这个也是一个选择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再做一点什么拓展呢？我们把它转调，又到了转调的环节，简单无脑的一个转调啊，给它移到下面。E 的话，随便你移吧，比如说移到这里，移到第五品，移到第五品 ，E 往上移，也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损失组，它是个什么？它应该是个 GM 啊，这是个 GM， 弹刚才那个上面有 DM 那个首先，然后第二个和弦。这个会有点难摁啊，因为这两首指要分开。然后下一个，所以它就是一个 G 小调的这样一个乐句，对吧 ？G 小调。它是这样一个东西啊。我们这样往下移，可以得出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啊。一两品是 E 小调，对吧 ？E 小调的。然后那个 F 小调 ，E，F 小调啊，就是 P， 然后 G 小调 ，A 小调都可以。那么再有就是横向移动，我们把这个 DM 如果直接往就是这个方向移，我们从 AM 开始，从 AM 开始的话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啊。啊，然后第二个和弦应该是，对吧？它其实变化的是一个六级的五度音。六级的五度音，如果往上升半个音，它就跟那个这个调的四级和弦挂上钩了啊，拉哆咪就变成拉哆发了，就跟四级和弦变挂上钩了，对吧？这是头两个。然后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是应该是的一级杠五，一级杠五，一级是杠五，就这个嘛 ，C 和弦，然后。所以说这串变成了，OK， 那我们再往上走一下，看能不能走啊？再往上走，其实是走到 DM 这个位置上。我们从 DM、AM 走到
EMG 的位置，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下行的一个纯四度啊，下行的一个纯四度，这样来说，我们从 EM 位开始。其实 EM 可以从这里推到啊，可以推这样往下这样推一个 EM， 这是可以的，这是可以，这是100%可以的。但我们用这个横向推的话 ，EM， 那么下一个应该把它5度已经升半了，是吧？然后下面应该是它的一级杠五，一级杠五它其实是一个 G 杠五，其实在这里，因为它后面爆弹，这样。然后一个纯粹的五，就这样吧。好，简单做一点移动。如果就是 你可能弹的不太熟练吧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位置啊，要知道它一些位置。大概是这样吧，我们就一个简单的 D 小调的和声进行。OK。欢迎朋友啊、留言，然后我们加好友啊，我们可以微信上吉他课，或者说我们一起来讨论啊，吉他一起来练吉他 ，OK。